我们在娑婆世界，时间久啊，久到什么程度？无量劫有无量劫，无量劫各无量劫。我们在六道里的各轮回啊，时间太长了，生生世世跟这些众生有恩有怨，所以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去？牵挂家亲眷属，家亲眷属是你的亲人，家庭眷属也是你的魔障。那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往生？啊，他还让你继续搞轮回，还叫你搞三恶道。啊，你没有把他看破。啊，你还要黏着不肯放下。啊，亲情要放下，财产要放下，田地又要放下，地位要放下，怨恨要放下，样样都要放下，你才能去啊！有一桩放不下，就把你缠住了。啊，就好像一根绳子把你绑住，你跑不掉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上多少根绳子，数不清的。啊，这放不下的全是障碍呀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刚接触佛法，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很快成就，其如佛境界。大师告诉我六个字：有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入佛境界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真正明白了，这叫看破。明白之后，你才会知道哪些该放下，哪些不该放下。对大臣来说，统统要放下，一样放不下，就不能成就。对净土来讲呢，一切要放下，只要执着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不能放下。啊，净土成就是分两段，第一段要到极乐世界，要智持名号，弥陀经上讲的。知识执着，持是保持，不能失掉。啊，就名号，阿弥陀佛，坚定的执着，其他的统统不执着，都放下。啊，成就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在极乐世界，
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决定成佛。所以他把成佛分作两段，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分成两段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其他的法门难，真的。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从哪里放弃？从执着。大小乘都讲。首先放下见惑，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。错误看法的头一个是身体。身体是我，错了，根本错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身体不是我，执着身体是我的人放不下，放不下这个身体。身体刹那生灭了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我是不生不灭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个身体里头。身体不是我。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好像衣服。衣服不是我。这是我所有的。舍身受身就像换衣服一样，身体老了衰了不好用了，换一个，旧的不要了，换个新的，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。可是这个换呢，自己做不了主，这真可怜呐！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这个业力最明显的就是善跟恶。你的心善，你的言善，说话善，行为善，你这个身体越换越好。那这善善就换好的，人间，在这个人间呢，换的是越换是富贵、健康啊，长寿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这善报，更大的善呢，人间没有，就天上，自然就升天，天的福报比人大，天有28层天，你在哪个阶层，看你有多大的福报，你做了多大的好，多少的好事，自然往上面升，如果是恶念，坏事做得多，那果报是三途：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换畜生身，换个恶鬼身，换个地狱身，越换越差了，自己不能做主啊！业力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才真正痛下决心断我修善。这是佛教我们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头不要多三恶道。
啊，智慧现前了，知道轮回真苦啊，轮回能保住我这三善道吗？我不堕三恶道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你冷静想想，这一天当中，这一年当中，是善多还是恶多？你就明白将来到哪里去。如果是善多，三善道；恶多，三善道，三恶道。无法避免的。那我们碰到净宗了，遇到阿弥陀佛了，把什么都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那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一往，一点都不难。啊，难就是你放不下。一桩事情放不下，你就去不了。啊，桩桩事情通通都要放下，你就决定往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燃的习气太深了，啊，所以自然为这一些业力习气潜伏不去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为什么要读经？长时间的听经读经，帮助我们放下。啊，读经慢慢明白了，明白才真肯放下。啊，学佛知识分子对于大乘经教，稍稍其如，会生欢喜心。啊，法喜充满。然后你喜欢的，手不释卷的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被佛法迷了，世间东西丢掉了，佛法好，贪着佛法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往生是叫你放下贪嗔痴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事法不贪，佛法我贪，贪财呀、啊！啊，佛教我们断贪嗔痴慢疑，绝对不是换对象啊，因为自信。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东西就是障碍啊。这个经题上就写明白了，清净平等觉。那我们要问自己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一天比一天清净？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，好事啊！心净则佛土净，你一定生净土啊！如果心里头还有染污，放不下的全是染污，善恶统统是染污，去不了。